贵是糕饼的意思，APE 不是人员吗？薄饼好特别哦，这个绿色的内馅已经被我吃掉了，它吃起来像台湾的奶油红豆饼，真的好好吃哦，被我吃掉了。龟阿贝也有人称为龟猪脚或龟斯拉比，它是用木薯粉、面粉、椰奶、糖，再加上斑斓叶提味制作而成的印尼甜点。而且这个斑斓叶可是被誉为东南亚的香料之王哦。哇，印尼的洛梨好大一颗哦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印尼的蛇皮果，因为它的皮，水果的皮长得很像蛇的那个壳。所以印尼人就叫这个水果蛇皮果。